啊五六八个，快点摸出来！他今天素颜，好，小 Q。小安，我们现在就是位于新庄区的美乐地，就是一间所有美发、美妆、保养品、化妆品、香水都可以在这边买得到。今天的特别企划就是我要当 Kevin 老师，还是牛儿？牛儿老师，牛儿老师，凯文老师，我们爱你。大家都说男友就是一个全世界最不懂女友妆容的动物，我今天就要打破这个迷思。我不仅懂，我还可以帮他化妆，我从零到一百帮他完妆，成功变成一个美女。等一下，我想问你在激动？那激动什么？我要挑战现在韩妞最流行的晒伤妆跟咬唇妆，所以我现在呢就要在美乐地采买材料，到帮你上妆，然后完妆。不管怎样，我觉得很害怕，但是还是要开始。走。我从粉底开始着手，我会很诚实，就是我不会故意弄你，把这个说成是粉底，我也不会。不好意思，找一个，它两颊应该比较干。对。可以找一些比较保湿型的粉底液。保湿型。对，这四款的话是粉底。粉底。它这支的话会比较适合。哦，这是什么牌子的呀 ？Fosse。哦 ，Fosse。嗯，然后我选的比较是比较接近美女的肤色，比较偏白，然后也比较保湿，然后比较贴妆。真的很保湿。这是眉笔对吧？没错吧？涉水眉笔，02深咖，双头龙，双头多用，睫毛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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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睫毛膏应该是在有差吗？睫毛膏，睫毛膏黑的，有差吗？哎，睫毛膏有什么差别啊？等一下我有点不太知道哎，这样有点糗。CG 蜜房。水睫毛膏，羽翼浓密卷翘织长防水睫毛膏。它的形容是可以把它变成这样子，还是它是否这样子没睫毛的人呢？当然是可以把它变成。好，我就用羽翼好了，羽翼，羽翼感觉比较帅。眼线笔应该就是这一块吧？啊，就是眼线笔，眼线笔，眼线笔。现在跟我讲话，没办法集中精神。眉毛、睫毛、眼线笔、眼影，这里这里一副就是眼影的样子，很多。哎呦，蛮多的。对啊，就这个，这是眼影吗？哦，他写腮红两个字。我会选这两个，好不好？应该就这两个的。珠光宝气奢华眼影盘，珠光宝气，好像形容我阿姨哦。阿姨，你今天怎么珠光宝气的？哦，因为我要晒伤妆嘛，所以要有腮红。我看一下哦。挑一个比较深红的哦，这个眉粉也是，那现在要注意眉粉啊，就是我们吃麻辣的时候会加的。我用这三个来用晒伤妆的部分，口红在这边。哎，其实这一柜就可以挑完整个妆了。跟所有男朋友说，不要害怕女友的那个化妆品很难找，晃来晃去也就这一区。其实因为尤其来到像美乐蒂这样子，就专卖女生产品的东西，他们一定会帮女生分门别类，所以不用觉得女生化妆很复杂。口红的部分，因为咬痕嘛，咬痕，咬痕，咬唇。好，我们要开始进行 Kevin 老师的环节了。牛二老师，牛二老师，好，走，现在。就是要来挑战画出晒伤妆跟咬痕、咬唇妆。等一下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一直说咬痕？因为我觉得咬痕比较血腥，比较暴力。好可怕！既然你都要咬了，对不对？你就应该要咬出成果。我昨天还用美图秀秀帮你的脸大概模拟化妆了一下，腮红的部分就是直接全部放在脸上就对了。晒伤妆区块，美图秀秀没有咬唇妆，所以我昨天就大概咬了她嘴唇一下，大概。好，首先第一步呢就是粉底。OK， 好，大家看到到处都要有嘛，黄金十字部位，我是不是用太多？弄好力啦！哇哦哇哦！第一步就是要推开。OK， 我们的粉底已经结束了，就这样啊。眉毛，
其实画眉毛就基本就是照着眉形这样子轮廓去画就好，除非你今天要演什么两金刊集，那个比较复杂一点。你要感谢我眉毛蛮浓的，这样你就也不用使太多力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四块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用了什么？等一下啦。眼线笔就是一个很艰难的挑战。咖色的流畅眼线笔，我的动作能不能像这个流畅眼线笔一样流畅呢？我们来试试看。好紧张哦。展开。怎样啊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好，你往下看。啊，我看到没地方了，等一下了。那做什么？来，我看一下，有差吗？哦，就是这个上扬可以再上扬，来闭着。我感觉你的笔触，我就觉得很可怕。嗯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我现在到底长怎样？这种。哦，这种啊，这种这种。我看看。哎，不见了。哎，徐安转还不 OK 啊？怕你的。笔会戳到我。哦，有了有了，哦，这样好看，这样好看，这样是好看的，我觉得。好看吗？好，来下一个。哎，不错不错，我觉得很好。确定有不错？我觉得韩妞的第一步算是有点完成了。睫毛膏，因为它睫毛够长，所以我大概就刷个两下，其实就会达到那个效果。动作令我非常的害怕。刷个两下。你啊，等一下，咖啡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啊！为什么？全部哎！哎，我怎么会弄到手啊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？你要 Z 字型的往上刷。哦 ，Z 哦。对。你要练哪 ？Z。你要往谁哪 ？Z。Z 哦 ，Z 哦。怎么样？你要往谁哪 ？Z。闭眼睛。欸，可以可以，很好，来，可以，对，睫毛画好了，眼妆的部分算是完成了，鼻影，鼻影，我觉得没什么效果，哦，有点 feel， 鼻头这边上点白色，好了，好了，你，哦，晕开一点。你觉得很想哭哦？不要这样，修容其实就不会那么复杂，就像是一幅照片或是一幅画，你想象这个的轮廓的阴影在哪里，你就照着那个阴影去画。颧骨笑肌这边用一点点的 shadow， 它就会看起来脸会再往内凹一点。那现在我们就要进行重头戏了，就是晒伤妆的部分。先用这个最淡的，我们先把它上上去。哦，有一点雏形哦。现在我们要再进入比较深一点的颜色，这个下手就不用那么重了。不明显哦。这样还不明显。接下来就是最深的部分。行啊，你呢？哎呀，我有点抱歉呢，这太荒唐了耶！你先不要看镜子，拜托你。你到底做了什么啦？好可怕哦！喂，你觉得我这是晒伤妆，还是等一下会被打伤妆？好，可以。OK 吗 ？OK。小唇妆就是从外到内，浅到深。嗯。我就先用这个。外围是浅的，接下来我们要深到中间去。第二层就画比较中间的部分。对，真的。嗯，有哦，有感觉，有感觉，我等下会被打哦。好的，我已经把他的妆容画完了，数到三揭晓他的妆容，一、二、三，哈哈，画得很好吧？我觉得你想害我。对的，你先评论一下我的晒伤妆，你觉得可以怎么样修正？好
我觉得就是全部卸掉。我的咬唇妆其实画得不错吧？哪有不错啊？我看，我看，超不行的，好不好？为什么咬唇妆不就是重点吗？人家是渐层，你这个是两层哎。因为你画得太可爱了。他说太可爱，他说太可爱。场面画滴不出来吗？如果真的要打分数的话，你给几分？五分吗？这么高哦，五分哦！现在帮女朋友化妆很棒。那化的怎么样其实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两个彼此好就好。这是结论吗 ？OK， 今天所有妆容的所有的器材全部都是在美乐蒂买的，所以大家想要帮女友化妆或是自己想要化妆的人，可以来美乐蒂来逛逛，好不好？我今天把你妆化的不好，对不对？我要向你赔罪。你们看到后面。旁边很多香水，有没有？很多试用品，你可以选一个来试用。哦，美乐蒂不止卖化妆品，也卖一些保养品，重点是还有卖香水，有非常多的香水可以让你们选购。来，对，关节、关节部分，关节。好 ，OK。哇，这个很好香啊，真的好香。那今天的特别企划，完美的结束了，拜拜。影片到这边要结束啦，那喜欢我们的话，如果你是 YouTube 观众的话，按订阅 ；Facebook 观众的话，怎么样？按赞 ；IG 的观众的话，按追踪；微博的观众的话，按关注。好 ，OK， 大家拜拜。